我的序号干嘛？序号啊！皮卡丘。飞行钛金属性 ，skate， 你好厉害哦！哈，我刮一下，没有硬币。可以搜服一下安可露，晚安安可露，你看他有尾巴，等一下我刮一下序号，好久没刮这种东西了。我领一下，取消。透过序号密语啊，真难打欸。该不用吧？好像可以给你们看，可爱。我也觉得可爱。可爱的海豹球，好，地下没有也拉过去啊，不然等一下你们传东西，我又要出来才看得到。先把地下丢过去，撞到海豹球，车祸啦 ！OK。看一下啊、哦，都大写是不是？我有特点，金珠哎、欸。猪，我还有这张卡，皮卡丘，只是弄上有布波，好，宝贝，哎，感谢幽灵的镇定，
差点念错。密勒顿，那、我现在有密勒顿要干嘛？认定，你打字好可爱啊！那我是要换吧？能力不咋地，我现在还看不到哦。五等，那意思是六等，同步。它会飞，好小。电电，八等，十三、十四。这皮卡丘好像应该换皮卡丘。虫，虫，两只都是虫哎、它长得比较可爱。你换掉好了，你是一般哦，那不要你了。妖精，那你哪一只啊？你是女生，你也是女生，这下尴尬了。十一、九、十一、七，把它升一级看看嘛，把你升一级就知道了。火吗？它没有火耶，火花，好、你也可以换掉哎，三等三等，六六六八，攻击完了，他是特攻还是攻击啊？你好了，把你换掉，先这样好了。他好特别哦，好，那应该没什么事了。啊，真的、谢谢。我记得我没有抢这个小朋友的钱，哎呦，抱歉。抢劫！我上次再去才发现长出来。因为我大部分聊一聊就变成挂台去忙，大部分我的也是啊，160，他哭了、爽吗？哇，这边拉鲁纳斯不是很贱的、看一下他们会说什么。安心造访，爱吃土脑宝可梦真好。你知道吃了它什么？哇哇，海鸥哎，它可以把它吞了哎，大嘴哦。你好像也借到他嘴里啊，你要不要把它放到嘴里啊？好啊，快放进去吧。超坏啊。安安晚安，好绕口。这样感觉是会迷路没错了。